高端智能马桶对码调码功能操作。一、对码。当马桶遥控器不能控制马桶时，请同时按加号键和减号键三秒钟，靠近马桶，听到叮的一声，马上放开按键。注意，放开速度要快，可以正常使用。二、调码。当安装多台马桶时候，请进行调码步骤。先按马桶侧面按键的停止键约两秒，听到叮一声后，同时按住臀部清洗键进行频道调节。选择对应频道后，再同时按加号键和减号键三秒，靠近马桶，听到叮的一声，马上放开按钮，可以正常使用。